这面的这个楼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很有点这个丹麦这个意思啊。多多少少受了这个丹麦那边的影响，包括比利时啊，他们都是这种风格的建筑，像锯齿一样的。这个楼在维修啊，没有人呢，现在下班了看来。你看到欧洲这个工作态度了吗？就是下班了一个人都没有，都回家了。前面就是那个建筑物了，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是从那边过去的，这回我从这边包抄它。好，我来了，Let's go!